你口口声声为了他们而活，他们呢，在意你吗？再也不用做这么危险的事了。这海上来来往往的人，有几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要停多久？色呢才是最孤独的。那你呢？你会留吗？看来你的贵客到了，对吗，西里？为什么要杀他？你这么做值得吗？还给我！你需要懂你的人，不要让任何人决定你的去留，除了你自己。真正在乎你的人，不会舍得让你承担这种命运。我知道你终究要走，我想我可以帮你。